康报利。大家好，我是苏奕宏，欢迎收看台湾农民历。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节目中我们要告诉你台湾农民经过哪些努力，造就了哪些新鲜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变成好吃的料理。而且只要你取得好时机，烹调得宜，不只变成好吃的东西，也可以当成馈赠的好礼。而当你把农民的好东西变成馈赠的好礼，这就是对台湾、对农民至上最大的敬意。还有很多米的相关产品您可能不知道，没有听过，不过却卖得好得不得了。一年一度的优质台湾米博览会再度登场，来自全台湾各农会的优质好米跟米的产品隆重假后到修补，现场民众有吃又有拿，乐得合不拢嘴。不同品种做成不同的糕点，这是比较特殊的部分。像这个是黑糖糕，这是由那个蓬莱米去做的。那这个是南瓜糕，南瓜糕，对，里面六个，是里面六个啊。这个是九层糕，这九层糕超好吃的哦，又 Q 哦，真的很 Q， 真的很好吃。台南县新营市农会畅销全台的太子麻薯已经变成新营农会的招牌，还入选过全国十大伴手礼。这种麻薯用手工新鲜现做，不添加防腐剂，选用的材料是嘉南平原在地的好米蓬莱米，香 Q 好消化，吃了不会胀气。它本身是用蓬莱米做的，它吃了不会胀气，也好消化。它第一要是小孩子跟老人家吃的，它不会黏腻，也不会卡在我们的喉咙上。是我们新营市农会跟农民去做所种出来的台梗十六号，专心红来米单我咧做呢，你伫外口食的拢是煮米的。纯米制作的太子麻薯，外包装加入了新营市宗教名胜太子宫庙图腾，也让消费者能够一并体会在地的风情跟传统。这个口感真的比较特别，很弹牙，那吃的又不会像糯米这样子感觉不太好消化。其实他们的口味都很特别，因为他们的馅料我觉得刚刚试吃就是觉得甜而不腻，那跟一般市面上销售的麻糬真的比较特别这样子。活动现场促销活动是此起彼落，促销手法也是五花八门，还有米食主题馆、米食 DIY。主力的促销产品还是好米，跟24年前相比，台湾人吃的米减少了将近一半，现在吃得少，当然就要吃得好。米的副产品也是多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吃的、喝的、擦的、洗的，通通都有。这种米冰淇淋是老少咸宜的良品，就很香，有米的味道，好吃，米香，口感特别的好，有米香的味道。感觉跟一般的冰淇淋不一样，大家不妨吃吃看，吃了你还会再想吃。米冰淇淋就的原物料是完全用我们的时尚的有机米，再加上我们的那个台东的那个初乳鲜奶啊，它的原物料完全里面没有完全没有加香精香料，也甚至乳化剂都不加，它的吃起来口感也比较。不那么甜，不那么腻，低卡低脂的一个产品。然后说我们这个产品吃起来的话，不用怕胖。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好一点，哎，而且有一点很淡淡那个米的香气，不会那么甜，哎，感觉比较好吃。我们吃这种毕竟就会想到说，我们的农民日式劳作，日日而息。啊，他们的这样辛苦嘞，融化在这冰淇淋里面，吃起来那，哎，有一点温馨的感觉。小小的米果在华人世界已经畅销20多年，这种黄金玄米做成的米果在新加坡热销，台湾本来不及出货。外面的米果一般都比较软一点，这个有一种很脆的那种感觉。没有吃过这样的米果，因为它是整颗米在做的嘛，然后很脆很酥，然后蛮甜的蛮香的。就是用我们这个黄金米去发芽，就变成发芽神米，然后这个类似爆米花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口感和爆米花绝对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销路很好，连华侨都回来买了。那像新加坡现在销很多到新加坡去，又销到大陆去，但是就因为市场不分久，所以说我们就卖的是说请他不要买太多。现在最夯的米产品多半跟美容养生有关，
例如这种米酒酒粕跟红曲做成的香皂，据说对女性卸妆洗脸保养美容好用又方便，所以非常受到欢迎啊。因为这个是纯手工啊，好，而且都还有经过药毒所检验，说一批一批检验出来的时候完全合标准之后才能做，而且是手工，每一块都是手工。那大陆要买专利目前是还有在考虑，因为我们的农会目前没有做外销了，应该是会的途径应该是给我们国内的厂商，他跟我们批发之后，他代理之后到大陆去行销。就是这小小的一块红曲酒粕美颜皂，让西罗农会一系成名，连中国大陆都想跨海来订购。美颜皂哈，我就是用黄金米哈去萃取的，爱按红曲，所以这个东西啊，现在是说很夯的东西啦。哦，不止台湾行，还大陆说要想着取得我们的授权啊，我就是用黄金米去做的，纯人工的。这种洗面皂是用发芽玄米的酒粕所做成的，没有化学成分，清洁效果好，又可以滋润肌肤，所以特别受到欢迎。每一种米都有它独特的香味跟口感，香米因为有芋头香，所以拿来酿成清酒也特别香醇。这五块味大概较高，五块好啉嘿，你们其实较无遐高啊，哎，这较好啉，好喝嘿，袂歹袂歹。米食千变万化，搭配合适的食材，可以做出色彩缤纷又美味的料理。这是桃园农会田妈妈所做的鲑鱼三色丸、海鲜番茄盅、洛梨寿司等等。台北县三芝乡的田妈妈利用三芝地瓜、茭白笋跟火腿做出的茭白笋米汉堡，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另外，这种米寿桃也是好米包好料，卖到下下叫。广告回来还有更多好吃好料，让您吃了青春美丽一呱呱叫。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喜气带给我们的新人，请他们从传统的这个喜饼这个方面改变成为以稻米为赠送的一个方式。表敬意，我手中就有一份好礼要送给你。啊，这里面到底在虾米？不过你知，原来就是一包一包的台湾好米。说到米，人家就这么说，送好米最大礼。尤其呢，送米礼盒，送者大方，受者实惠。订婚结婚时送米礼盒，不只是有情有义，更可以感受到新人的幸福跟甜蜜。不是我说给你听，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结婚的时候就送给宾客一份小小的礼物，里面就是十种米，十种米就给做十全十美。哎，这又是台湾农业的新创意。如果这样说已经勾起你一点小小的兴趣，那么就要带您更了解台湾的米礼盒。您还记得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跟夫人曾馨莹结婚的时候送礼的礼盒是什么吗？都是这米的礼盒。郭董特别选了农委会推荐的十种台湾好米，做成洗砖洗币的洗米礼盒，当作伴手礼来送给亲友。这种米礼盒大方又实用，既可分享感动，也暗示了婚姻的经营跟好米的耕作一样，要用心灌溉啊，才能够幸福收割。其实台湾的米礼盒非常多，而且是各有特色，各有品牌，不但有米，还有地方的农特产品也可以灵活搭配。桃园县农会的日光大道礼盒证明了北台湾也出好米，拿来送礼最有礼。科长，一般我们提到台湾好米都会第一个印象联想到台湾的花东南部生产的哈。阿兰家台湾好米是味道来我们这个好米是来自于我们桃园，在我们这个石门大郡灌溉之下，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这个有热情有活力的农民用心投入去种植之后，我们桃园也有好米。我第一次听到桃园也有生产米。这个我们桃园稻米也算是我们的大宗的农作物。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我们希望改变一下稻米的行销，不是大家所认知的米就是大大包的，所以我们把它精致化、礼盒化，那我们把它取名成为日光大道，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稻米，所以我们取名为日光大道，稻子的稻哦，对对对，那里面像我们把这个礼盒做成礼盒之后，我们里面有六小包，那各位消费者注意，我们的盒子从外面就是从真正的稻壳做成，哎，真的，这是切干嘞吼，一颗一颗都是稻谷，哎，是非常真实，从外到内都是稻米，哇，所以我们为台湾的稻米贡献出心力之外，我们也为环保贡献出它的心力啊，外面也是毫米，里面也是毫米的，对吧？是，我们还有这个提篮的礼盒，我手上的这个哈，是，哎，这个很有这个喜庆的味道呢，哈，还有台湾花布啊，是是是。而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喜气带给我们的新人，请他们从传统的这个喜饼这个方面改变成为以稻米为赠送的一个方式。而且你看哦，这个拿完去野餐也好，提这个上捷运，哎，都蛮时髦的呢。是，我们这里面有1800公克，消费者不管是女性、男性，提起来搭捷运也好，或搭公车都是非常轻便，而且里面的米又是非常口感非常好的，我们的日光大道。哎，好体贴的台湾毫米礼盒哦。是，这是台东县池上乡农会推出的米礼盒，琳琅满目，畅销全台。这种礼盒连续两年获选为台湾百大观光特产，里面选用的米都是冠军米，池上农会把全国的冠军米做成客家花布包的女儿礼，已经有不少新人用这款柿子包造型的米礼盒当作他们的结婚或订婚礼盒。这一款特等米礼盒是用池上乡的十大好米做成，礼盒里还有详细的稻米达人故事。哦，我们的特等米礼盒就是这样子来设计哈，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米质竞赛的好的米，第一名的米，我们用特等米的这样子一个礼盒来包装，所以说给我们的企业团体也好，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年节可以送礼啊，那这样子的话，吃到好吃的米，他也会跟我们陆续来做这样的一个订购。而这一款猪凤礼盒用的是竞赛米，可以搭配特产，跟其他礼盒一样都是限量订购。好米不寂寞，但是数量总是不够。最近就有一个大企业，一次下20000组的订单，拿池上米来送他们的股东。这款福米礼盒采用竞赛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设计包装，希望擦亮台湾池上米的招牌。品牌行销已经跨入台湾农产品的领域，而稻米也不例外。除了产销履历、品质验证、CAS 品质管制之外，还有一项可以擦亮品牌米的做法，就是地理认证标章。池上农会推动池上米认证，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可以吃到品质更好的米。台东县关山镇农会也推出米礼盒，关山好米跟巧善135，这是热销的主力。我们这个关山好米礼盒呢，还能够当做这个订婚的礼盒。哦，我们很多的这个结婚的新人呢，他们想要突破传统，那一直找不到更合适的东西呢，他们就会想到，哎，送米哦，米满幸福哦。米礼盒通常会搭配一些米的副产品或地方农特产品，比如西螺乡农会米礼盒搭配米汤、米醋、酒粕美容产品，也可以搭配云林县西螺著名的湖底印油。有趣的是，榆林县的西螺农会，他们的米不叫西螺米，而是青贱米。原来哦，西螺米三个字早被商人给注册了，西螺农会只好改用清洁健康的青贱米品牌，而黄金米、现纳米则是新的主力。它本身就是黄金色的米，啊，然后包括像北米啊，还黄金色，因为以含有那个胡萝卜素的关系。台中县的雾峰农会主力品牌是雾峰香米，香米来自含有芋头香味的台农71号品种，农会特别选出10位最好的气作农民，把他们的产品制成礼盒，并且采用真空包装，把农民肖像打印上去，并且亲自签名，因为对自己的米有信心，所以哈，对消费者挂波姐，这就是我们乡内比赛前十名的农友，也是我们的核心农户，气作的核心农户，哦，他们所耕作出来的稻米，哦，然后把它真空以后，经过3次筛选，品质可以说是全台湾可能就数一数二的，
除了这一包米以外，我们是结合我们雾峰其他的农产品去结合这个米礼盒，哦，其中里面会有我们酒厂所出产的那个纯米酿的清酒，哦，还有龙眼干啊、荔枝干，小包装米是作为赠品用，一般赠品啊，或是那个办活动的时候当成伴手礼，哦，都是不错的选择。米礼盒的特色是，所有的米几乎都是采取真空的小包装，让收到米的人吃得少却可以吃得好，吃出健康的好味道。啊，你嘛，囡仔进南新的时阵出来，哇，流汗就好了感冒。咱滴我嘛同款，哦，你应该滴真细长的时阵要用心来来管理，哦，应该爱惜什么部位吼，哦，啊，敢像咱食面同款，爱好食的时阵食，不爱好食的时阵不要吃吼。哦，农民力超级有创意，如果你送礼也送好米，那么就跟郭董一样拥有最新的流行跟创意。在我的身边就有这么多不同的米礼盒，不同的米都有不同的美丽，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意义，里面包的都是台湾好米。说到台湾好米呢，在背后还有多少动人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是谁再度擦亮台湾好米的新招牌？继续要带您到台湾好米的故乡去一探究竟。谈到米礼盒，不能不提宜兰五节的梦田月光米，因为五节乡农会是台湾第一个把好米做成喜事礼盒的地方农会。刚推出的时候原本不看好，没有想到居然大受欢迎，还带动了全台的米礼盒旋风。啊，这个是货真价实，而且是礼重情义浓。月光米是宜兰五节农会从日本新细县引进的品种，是日本进贡天皇的米，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高达40%。兰阳平原的气候跟环境与日本新细县相似，而且土质好，水质佳，稻作一年只生产一期，土壤有充分的休息时间，才能够生产出绝佳品质的稻米。宜兰县第一个稻米专业区就在宜兰的五节乡，五节有1100公顷的水田被划为粮食米生产区。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会引进全新的稻米品种，以提升稻米的品质。我们从1991年开始引进品种，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在引进这样啊月光米的品种，在这更新啊，因为我们品种如果不去做更新的话，它长期使用这种状况会产生一种变异性啊，影响我们到品质的提升哈。兰阳平原是台湾重要的米乡，农委会主办的全国十大经典好米选拔，代表五节乡出赛的吴宗文今年不负众望，名列得奖名单。58岁的吴宗文利用二期稻作休耕的空档，可以好好整顿农地。他13岁开始下田工作，得过一次宜兰县全县的米王，4次五节乡稻米竞赛的冠军，可以说是稻米达人。吴宗文说，要种出高品质的好稻米，除了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还要像养儿育女一样，在对的时机做对的事。播种的时阵都要真注意，哦，敢若像咱饲囡仔同款，哦，你若囡仔逐个好好真行心哦，你讲厝里留啊留一好阿伯嘛，无要紧啦。留阿伯好一定，囡仔嘛真惊，阿伯好一定无要紧。啊，你嘛囡仔真担心的时候，厝里哇留阿伯好就感冒，咱丢啊嘛同款，哦，你应该你真细长的时阵，要用心来来管理，吼，哦，应该爱惜什么部位，吼，哦，啊，敢若像咱食物共，爱好食的时阵食，歹好食的时阵歹好食，吼，哦，啊，好会当煮会当，好真行心，吼，哦，啊，生长真好，吼，哦，留啊做一风胎，伊嘛袂倒。吴宗文自己种好米，也常常拿米来送礼，鼓励大家送好米，吃好米。让农民从重视产量转变为重视产品品质，关键的推手就是好米的选拔活动。这个活动不但擦亮了好米的招牌，也让稻农、粮商愿意积极投入，把好米分享给更多消费者，也让农民增加了收入。
我们办这样一个十大经典好米的一个比赛呢，那是农民呢对于这个稻米呢，由过去的重视量呢，现在要重视品质，所以在品质方面呢，那提升非常多。那另外一方面呢，农民借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参加比赛，他在田间的管理那非常重视，所以我们检查的结果呢，农药是100%合格，都没有任何的农药的残留。那在食指方面，农民他得奖的农民呢，他的尊荣感增加。那一方面呢，他的食指上呢，他一公顷呢，他因为得奖之后，他的稻米的这个价格呢也提高。那我们把它换算呢，平均如果一公斤多2块的话，他一年呢可以多到28000块的收入，这对农民是非常有帮助的。经典好米的评审专家鼓励大家多吃好米，对农民更有帮助。我觉得可以鼓励比较多元式、多元化的一个形式，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吃白米饭，可以吃五谷饭，或者是呢吃饭团、便当、寿司，这些都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形式。那鼓励国人呢多吃米饭，然后呢让我们这些很认真的种米达人呢，有表现的舞台，然后成为我们台湾人的骄傲。米是台湾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最重要的农产加工原料。随着国人的饮食文化改变，米的用法吃法也大大不同。您可以不知道这斤米是偌多钱，但是吼，千万别忘记台湾好米的好滋味。吃一口台湾好米，真的可以咀嚼出台湾农民的新创意。您瞧，这一桌子五颜六色的好料理，可都是来自最道地最好吃的台湾好米。所以最后还是要再次提醒你，送礼用好米，最好礼也最实际。同时别忘了累积您这一份一份的心意，就可以形成最大的台湾农民力。阿里甲爸爸，台湾农民力，我们下周再会了。